你会喝酒、啊？有。阿贝骑着电动卡达车，酒测值0.26超标，听到要罚，阿贝超火大。阿弟妹，我唔是超多摆，我为着要上车呢。0.26。在台湾骑电动脚踏车，酒驾要罚，而日本这位社长鸡尾酒豪饮1公升，载着朋友骑水上摩托车，酒测值超标被函送，成为东京首例。更让人意外，原来水上摩托车也是车。啊，水上摩托车算车是吗？是不算车吧，毕竟它是在水中水上活动的。水上摩托车也是车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三轮车酒驾也要罚，电动滑板车也是车吗？两颗轮子的平衡车速度很快，玩家酒驾应该要取缔。喝酒然后在有速度上面的车子上面都要罚。橡胶船还是小朋友在那边玩水，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喝酒骑水上摩托车，结果跟开车一样被罚酒驾。而在垦丁，通常是由教练骑水上摩托车载客，如果教练喝酒被逮，垦管处将取消执照，另外还会开罚。水上摩托车也是车，警方还是老话一句，不管要骑什么车，不要喝酒，总是卡安全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